台湾媒体报道，王祖贤1987年以电影《倩女幽魂》中聂小倩一角红遍亚洲。46岁的她今年定居加拿大，即使其有11年销声匿迹，但她飘逸长发以及清新脱俗气质在影迷心中不曾抹去。吸影期间，只有偶尔被游客在温哥华街头商场偶遇，将她的倩影放上网分享。而从近照来看，46岁的她与昔日模样差别不大，依然是演艺圈里的冻龄女神。网络上不时疯传她的居家素颜照，网友都夸赞她的不老容颜，可算是影迷心目中最期待能复出的巨星。据悉，她已抛开旧爱齐秦阴影，结交新男友，甚至计划五月复出。她被香港某名牌珠宝及化妆品牌都相中，力邀她到香港出席活动。逾十年没公开露面的她，若复出肯定轰动，此两品牌愿意各付100万港币，约80万人民币酬劳，时间预计在5-6月份。更有消息称，王祖贤有意试水温，重出江湖拍片，影迷们就请拭目以待吧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